组预赛的第二场赛事。巴西昨天输球，墨西哥则是击败了意大利。前三局打完，势均力敌，两队都是在第一局各打下了一分。场上投球的还是莫雷诺。那昨天呢，在遭遇到这个意大利啊，这个墨西哥的一个投手的运用，跟今天目前看起来是蛮像的。这个先发的这个投手是投了四又三分之一局，哇，红run，艾瑞克红run，哇，真的是中心打者艾瑞克。哇，这个球打的距离真的是又高又远，一打出去就知道绝对是留不住的。哇，今天巴西队真的是打个全垒打结果被霸凌。来看一下，哇，这个球真的也有咬到这个球棒的一个甜蜜点，整个击球的 timing 加上这个球的一个高度哦，配合的恰到好处，对，加上他的力量，艾瑞克这时候飙了一支左外野的阳春全垒打，让巴西队现在取得领先。哇，这时候当然非常的振奋啊，也让墨西哥队啊赶快